评书大师单田芳遗体告别仪式今日举行。9月15日评书大师单田芳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。在殡仪馆两侧，单田芳亲属、书迷、同行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着黑衣配白花庄严送先生最后一程。姜昆、黄渤、王宝强、王迅等送上花圈以表哀思。孟凡贵、王迅、常宽、刘兰芳等人到达会场。